世界杯每次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，就看到里约风光，打的耶稣基督，然后大海滩、山等等等等，美极了，美极了！啊，说里约真的是那么美吗？我想说里约是我走遍世界看到过的最，我不敢说最美，但是最不可替代的美，那种美叫做单纯、混乱、清新、诡异。就这样一个复杂的城市是太有魅力了。然后我们美国朋友跟我们聊天说，里约，他们形容里约没有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么多词汇啊。他们说里约就是插在山和海之间的一个纽约，就是纽约嘛，混乱也有，山海单纯，然后特别特别妖娆的一个城市。我觉得圣保罗其实倒是，圣保罗就是一2000万人大城市，一个商业的工业的那么一大城市，但是里约是太美了，非常值得去。